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深夜解说。哎，第七关啊，恐龙危机。这一个，看着难度不难嘞，不过有一些会伪装成小恐龙蛋呢，还是小恐龙。首先肯定是先种植物了，来了，好了，五排倒了。一人一个，不多也不少。那一个还会假装自己是个恐龙蛋呢。我要多重还是就直接先这样认命了？要弄175还是有点难的。哇哦，no！居然拿恐龙蛋来抵挡，真麻烦。给我一点时间来和他们打退。这个翼龙麻烦，还把我的植物给 KO 了。打回车吧。啊！发错边了，怎么办？这个能量豆我发错边了。这些的冷淡龙让它在后面尝甜头吧。完了完了完了！
这么多围在一起。赶回去啊。麻烦喽。还有多少只能够被打掉？这速度有点慢。越打越远了。这防御，他们防御也有点高啊。要是他们是五阶，那更恐怖。